来了朋友们啊，当你走在海边的时候啊，发现正好呼吸孔，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，说不定底下都有大货，今天一铁锹把它干出来，看看是什么东西。我的个妈嘞，还是个红色的。最近的双击越来越少了，小哥哥小姐姐能否给小弟个双击？加个关注，看我带你赶海直播。